朋友们上午好，又到了发货的时间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都是小家伙，17公分的孔过发到西藏的，这个也是17公分的，这个是发到甘肃的，这是30公分的孔过都打磨好了，每一个里边送着一个刷子，这个30公分加厚的跟这个小锅是一家，他俩是一个，然后这边是30公分薄的啊，这是薄的，这是我的一个老古董啊，30年前的一个老古董火锅，26公分的，发到内蒙的，原模原样，没收拾啊。这是给客人定做的11斤的大锅，需要的老铁朋友们点击小黄车下单。那还有3个锅是补发的，这是加厚的发到上海的，这是拉面馆的炒锅，3斤6两的，这个是发到天柱县的，8斤3两的加厚锅，又补了3单啊。我这个炒锅里面给他送给个油刷子，哎，好了，全部准备好了，现在发货。